嫩母李月彤被踢爆狱友傅之夫彭盛当街激吻后，日前再被接触竟是之前香港一宗枪杀案凶手李德仁的女儿，一周内连番成为了全城焦点。而李德仁在与警方激烈火拼后吞枪自杀，致使小三事件后便神隐的李月彤不得不露面。三日早晨，有三女到沙田富山练房办理认尸手续，当中包括李月彤和母亲。两母女皆黑衣戴帽以及墨镜口罩，全副武装，对事件不做回应，匆匆离去。据悉，李月彤父亲与死者并无纠纷，可能为随机杀人案件，案件真相有待查清中。而油纸早已六神无主的李月彤早已联络彭盛，告知有关父亲自尽的消息。彭盛虽有安慰，但决心挽救婚姻的他还是选择继续留守大马避风头。不过传言他愿意无条件支付一笔庞大的生活费给李月彤，也算是对自己感情缺失的救赎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